王旭，最近怎么了？也不怎么来排练，来了情绪不太高。没什么，走，我请你们去喝酒。王旭，走啊！ 这可怎么办呢？一个又醉成这样，一个又几天不吃饭。先把他背回房间吧。来来来，石兰，石兰，小旭，哎呦，小旭，怎么醉成这样？没事吧？石兰，给王旭擦把脸，让他先睡。 我去打拿毛巾。好甜啊！你们就只顾着倩倩，让小旭喝成这样。春花，快去熬点醒酒汤来。哎哎，春花，我给你一起去。哎好。嗯，小旭，来，给你擦擦。倩倩。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心，你不开心，我也就不开心。倩倩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冤家，你怎么偏偏喜欢他呀？你们都走开！你们不懂，你们什么都不懂。倩倩有多好，你们谁也不能把我和他分开。 见他这么伤心过，这都是因为你，倩倩，我认了。只要小旭喜欢的，我都能接受。只要他不要这么伤心，就只有你了，倩倩，只有你能使他开心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去看看他。石兰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石兰，倩倩，我去看他可以。 不过有个要求，我见他的时候你们都不能在，必须答应我。可以吗？不行，妈，不要让他们在一起。你看不出小旭有多痛苦吗？我晓得，我也心疼，可是，可是，石兰呐，听你妈的。 王旭他会好起来的，倩倩呐，你去。
点东西吧。哎哎，不同意就算了。不要，不要走。小旭是真的喜欢战战，他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女孩，我都能够接受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？是啊，你们根本就不关心小旭。爸，你是不是忘了石峰是怎么走的？难道你们又想造成另外一个悲剧吗？小旭啊，好些了没有？头还疼吗？好些了。啊，小旭啊，爷爷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。哎，你看我们申请的两所大学啊都来通知了。我觉得这个大学比较好啊。好好看看。你要是决定了，我们就马上去北京啊办理签证。这样吧，我陪你一起去啊。爷爷，我知道你这么安排就是想把我和倩倩分开，没用了，我和倩倩已经分不开了。小旭啊，你爷爷也是完全为你好啊。我已经决定了。倩倩，倩倩，你下楼了。来，坐这儿。饿了吧？春花，春花，哎，哟，倩倩，你终于肯下楼了，快去弄点好吃的来。哎哎，倩倩，你看你，别拿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儿。倩倩，你看这个大学怎么样啊？倩倩，走到厨房去吃吧，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。小旭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春花，春花，来了来了。倩倩，先吃碗面吧。奶奶，我真的有话跟王旭说。哎呦，有什么话说？先吃了东西，你都两天没吃东西了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说两句话呢？好好好好好，你们说啊。就在这里说。我想单独跟他谈。倩倩，我们都是自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说？是啊是啊，你说出来，我们大家也可以帮你参考参考嘛。我本来是有话要说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现在你们这个样子，一点空间都不给我，我不想说了。Thank you.
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项羽说你喜欢这个颜色。啊，还可以吧。啊，我给你也买了一件衣服，你试一下。是啊，小月姐选了好半天呢，这衣服可贵了。这么贵啊？这牌子衣服型很好的，你试一下嘛。衬衣不都是一样的吗？怎么能一样呢？你穿上就知道了，不一样的。试一下吧。嗯，不用了吧，反正明天也要穿。可是我想第一个看你穿。哥，让你试你就试嘛。好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走啦。